第十六题，十六题到十八题是题组，如右图所示，这是一个电解槽示意图，请回答十六到第十八题。第十六题是问，如果正负两极都选用碳棒作为电极，通以直流电，请问正极产生的产物与下列哪个实验的产物相同？这也是记忆性的题目。我们用碳棒电解硫酸铜，我们的正极产生的是氧气，那么选项 A 双氧水加二氧化锰产生氧气，选项 B 盐酸大加大理石产生的是二氧化碳，选项 C 钠金属碰到水，金属钠碰到水产生的是氢气，硫代硫酸钠加盐酸产生的气体是二氧化硫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物是跟 A 相同，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正极产物产生的产物与下列哪个实验的产物相同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双氧水加二氧化锰。